断人，咱分也难解。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。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阮是弥陀的如风中，生最辛苦，我最孤单我送。得了人家，得了人家，得了。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阮是弥陀的如风中，生最辛苦，我最孤单我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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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今天的今天的头上来好来自林恒，林恒不是啦，五房啊，隔壁新恒，新恒新恒哦，那呢算阿姆阿伯啊，哦，跟他的公主跟他的公主呢做回来拜拜，今天又来拜拜，今天又来拜拜啦，今天的头上进前哦，伊就是有来拜拜，就是要来道谢母娘，嘛要来感谢老师救因恩先生一命。无啦，卖讲救啦。嗯，这我讲家教做家教，我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咱老婆仔讲，对，我的手机啊，24小时无关机的啦。紧急在用的。对啊，暗时吼，你困我那照常有那开机啦。对，但是。我开机是要给咱急用的，不是要开讲的。不是困未起，你看侯老师咧啦。你若要开讲的，我会给你切掉啦。哟啦，讲重点的。咱五房啊，这阿桑啊，伊打电话来，他三，咱第二声我就给接啊。三级半。迄个时阵就是因翁叫婚呢啦。因翁叫婚。啊，伊唔知要安怎，讲哎呦，啊张哥呀，我要安怎？好，较紧看侯老师啊咧。对啦，我讲来。安娜。我教你，你啊卡。
救护车、哦，因为我嘛唔坦言呐。对。啊，第一就是你袂使请客轮车。我为什么？你都请客轮车，伊，迄个客轮车顶也袂当甲你急救啊。好、哦。啊，你请迄个即个即救护车，救护车一定有设备。伫第一时间内底。嘿，啊，伊咧伊说，因为吼吼吼，伊要动车轮顶个，所以较紧啊。而且针对你嘅问题，赶紧来处理。啊，结果就。三级病院人的素食啊，的素食的喝水啊，喝水喝水有能救啦，不是啊，也病得好啊啦，卖平安啦，病得解决啦啦，有啦，哎啦啊，所以爷爷那的在意，两个阿公阿婆啊，再告诉那来拜拜啊。好好，阿哥老师叫兼讲一项啦。哎呐，这平哥吼，哥安尼求保女个家保庇一下呀，你呐。啊，哎呐，都总是。老师，你拢无要鞠躬啊嘞？你做这功德，拢送给迄个1119啊嘞啦。好啦，阿都这咱的工课根本爱做诶。哥有心通轻功啊。这119嘛是爱卡啊，但是哦，保女这边呢嘛是爱吼家求一下啊嘞。啊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好，所以不可不行。啊、来主人来看一下，哎，阿强一个再多来，哦，哎、这个是哈，无帮啊，对，就是这位阿公啊啦，伊叫福利的啦，叫啦，伊无卡电话号啊，讲唔知要安怎、啊，唔知要安怎，讲叫救护车甲载去病院，叫，即马请开，伊囝甲载孙啊，佮怪两个老王公婆啊，叫，载来病人甲母娘啊搭车。哎今天你个再多来呀、啊，来等来拜拜。今天过来，今天过来。过年晚你后哦，靠有闲啊，过来拜拜呀、啊，阿上啊哦，伊在哪里无爽快的看呢？难为啊，我人咧真袂爽快，你甲要甲母娘啊讲一下。哟，我来香点点的，冰冰的啊个茶嘞，伊点的水来。好，老师哦，人拢快活起来。真正，这个力量绝对存在耶。这咱也袂当讲白在咧，有难度些咧哈。对对，哎、欸，而且是咱完全无收任何费用诶。无啦，无这无收费用，这我的使命。这老师的工课。这我爱做的工课。对。啊，这我答应阿母要做的工课。好好。我讲到搞，我爱做到搞。对。啊，这就是安尼、嗯。好好。好，一雄。啊，够有哦。够有。讲到咱哦，诶，风景对不？诶，风景。伫咱诶门口大门入来，你然后有一个诶大粒石头。哦。你咧讲八仙石啦。八仙石。我讲听这八仙石由来，我讲你。由来哟、哦。这足神奇的啦！早当时咱母娘的这个宫殿吼，伊是一块足深一人深的温啊。对。你若徛伫咧楼顶哦，拄啊一人深啦。伊是温啊地。伊是温啊。那么你爸爸水灾迄阵拄啊咧囤迄个鸡皮啦。哦，啊，我都讲囤遐鸡皮，我只要穿破衫领皮衫，搭台车，搭台关的鸡皮入来，我都要爬去车顶。甲看遐吉皮有清气啊，无清气啊！哦，要囤倒囤地啊！哎呐，要囤地基啊！我逐台车我拢爱巡过，看袂使我就叫载等你。都严诶！对啦，因为咱这工地，咱这袂这个新鲜的所在，混门性地，哎，袂使青菜，袂使乌白来。所以我穿破衫领皮衫，逐工报道。上个星期就是咧囤的时阵，咧倒的时阵哦，离个母娘的进母娘宫殿迄个所在。铺出八粒的大粒石头啊！八粒大粒石头，八粒啊！拄好八粒。伊也无爱加一粒，也无爱减一粒。无够粒嘛，无七粒。要得拄好八粒啦。哈，啊，有啥物含义？对啊，我都唔知啊，我都跋杯啊，哦，清洗讲，是啊，那开无代无志，铺出这八粒的大石，石头唔是咱这大粒咩？嗯，迄是爱两人揽安的大粒的石头。大粒石头，两个人揽起来才大个哟、哦。连拖拉机都倒袂落来呢，伊后倒倒袂落来啊，拢浮出来。结果母娘甲我指示，我甲伊请教，伊指示讲，迄个是八仙石啦。八仙石，八仙过海的八仙。对，八仙石啦。八仙石买来伫咱的工地才发威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八仙石入来时，你要看，伫咱的这个河边这边，左边。都看到八粒石头。哎，老婆婿讲啊是伫堆呢。哦，你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啊。哎呀，吼、哎，哦，做大粒的。哎，做大粒的啦。哎，去搞后路买家呢，有无？咱为大门礼拜，吼、哦，这个大门礼拜。对。嗯。加一滴啊，吼、哦，大门礼拜。大门。然、哦、后这个大门嘛，吼、哦。啊嘞。哎。哎，礼拜。一滴啊，有无？啊嘞。能力。啊，能力，安尼吼。嗯。这拢能。
两三人染的啦，哦，这真大坑啦，哦，这这这，哦，这这拢是这个八仙蕉，这查某的，哦，这何仙姑，何仙姑较秀气，对对对，哦，这拢爱两三人染的，真叫做大粒的啊，是啊是啊，这八仙蕉，拢总有八粒大粒石头，对，八仙过海要呢，是啊，整个一粒，哦，啊，来一箱，啊。这个是八仙蕉的由来，嘿，所以我啊，这个八仙蕉吼，伊就是安怎你知嘛？他拢是即卖咧囤的时，我就请迄个怪手吼，阿甲，我不是用卡的哦，是用吊的，用吊的，嘿，用个怪手啊，用太大粒的呀，嘿，啊用吊的，啊吊起来离迄个咱进咧溪底啊边遐，先，迄阵阿未坑你遐时，是暂时先坑你遐嘛。啊！多我一日在我哩后边，离咱后边咧饲狗啊吼，啊人咧跳伞，我对电管跳落来，讲啊，哎呀，这个囡仔，差嘛，这个囡仔落来吼，掉石头，那无掉石头，脚骨手骨折，无就对膝骨头咧，绝对嘟嘟死的。哟，我就紧走来，看嘛也关心一下。走来的时阵哦，迄个伞拢为石头阿妹啊，哈，哎呀，我啊，哎呀，这个囡仔，真系危险管落来，石头落就害啊。伊从位个石头，位个石头旁爬出来，毫发无伤。把神只甲护掉诶！真正实在吼，我中落诶！伊个跳伞，迄个已经甲石啊暗暝。好，我想这囡仔脚骨手骨绝对爱治诶。对，伊从位个石头旁爬出来。咱真诶，咱八仙过海，伊这八仙真正咱甲塌掉咧。好，老师，我拢去给要赔呢。啊，我都也未讲白差，啊，这个属性啊，迄阵我嘛是担心讲。伊那胃气扩大了就堵死啊！啊那胃石头了就卡骨手骨折啊！啊，结果我胃后边走来先，伊胃石头旁爬出来，无安怎样？无牛宝贝啊！你讲介只代志拢真巧合，真啊真安尼神机，哎，真有神机安尼。刚才到有神机啊！好啦好啦，来，所以吼有真济代志吼，那唔是讲我亲目睭看到亲人去当着。介只代志我那唔相信啦，老菩萨我比你较铁气啦。刚看老师外表个怎老师铁气做个呀、啊？我比你较铁气个啦，迄那唔是讲啊，都予咱事实都当着。啊，我个人我袂怪你乱神，哦，袂爱讲讲遐有诶无诶，我也无个。你看我这部看这久啊？你看敢？你看我敢会你讲？你后边对两个人哦，哦，没啦。你后边对啥物哦？你脚旁遐有两个囡仔给你摸脚哦，没啦。哦对不？我未讲这个话啦。有。那咱文明人啊，那讲啥喊喊高话，好啦，把机车骑出来。来，没错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左边。再来一次，摸摸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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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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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上去，一二三四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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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三四，上手！一二三四，兄弟们，投出去，飘！哎，我鼻青唔止。哎，人听讲天气要个寒冷落啊，要个冷落，温度要个下降啊，要个冷落啊。嘿啦，哦，大伯今日钓那啥物计水？真系呀，高钓专业。像咧看电影啊，盖好。哎呀，太满意啊！对了对了，这个声音个比你记住的较好听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听你讲，佮佮做好开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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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恁大刚的声音的迄个无同款。无啦，你都固定安尼，我来去配合你。好，你唔免配合我。好，我配合导播咧。对啦，对啦。你啊，像你回音无够稳啊！我知知知知。家己真音效。好啦，我来讲一个news。嗯。阿呆加阿花，又生一个囝。阿呆加阿花因两个人哦。因翁阿婆。系啦。生一个后生，嘿啦，因为后生那大汉啦啦，大汉是我大汉啦。有那读国小五六年啊，国小五六年叫大汉啦，算叫大汉啦，没代志啦。啊，即马哦，阿爹啊，甲阿花因两个阿阿婆吼，那边炒饭，嗯哼，拢有个暗语，搁在拍暗语，嘿啦。阿姨讲炒饭，阿你囡仔即马听有，囡仔听有啦，是嘿哦。嘿，讲要炒饭啦，要塞牛车啦，你爆米汤啊，伊拢知啦。啊，老师你讲的迄字咧，啊，迄字咧，这字，你上哪准啊？迄个尾阿两个讲。今嘛吼，因为咱的囡仔拢知影，那你也讲差不多知影咧。以后咱也是有要杀一个吼，太歹听了，你讲。来讲来洗衫机啦，洗衫裤啦，洗衫裤。啊，那我若讲要洗衫裤，就是要叫你来分啦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我知影我知影。啊，今嘛，就一天啊啦吼，迄个。阿花伫个灶骹做工课，伫擦煮饭。对啊，阿呆啊拢无领薪水啦。哈，啊呐，阿花就真生气。有啦，咁无当时啊，咁无领薪水。咁无领薪水啦。啊，是要哪买茶呀？啊，即马阿呆啊，等下哦，想要招因某擦饭哩。好，啊，就甲因囝讲，伊个阿明啊，那边欢迎爸爸。去甲恁母啊讲。爸爸讲要洗衫裤，要洗衫裤，我知，好好。要洗衫裤，就是两个要分啦，安尼啦。囡仔唔知啦。啊，即卖去，妈妈，爸爸讲要叫你洗衫裤。哦。啊，我是讲，恁祖妈已经今日当时啊，你拢无领薪水，搁咧叫洗衫裤，洗你死人呢。含饭搁食袂饱，搁咧洗衫裤。你甲恁爸讲。洗衫机歹呀！洗衫机歹。我爱囡仔就调地调地啦。嗯。哎，爸爸、妈妈讲洗衫机歹呀啦。无爱洗衫裤啊！无爱洗啊啦！好。那蛮乖呀。好。阿呆啊，家己关伫房间内面啦。嗯。得生气呀！哎啦，啊，即个阿花吼，伫个灶骹咧做工课哦。嗯。伊讲啊。伊都无领薪水，都毋是无去做。无薪水是因为头家代志，都毋是。头家问题啊！都毋是阮阿呆啊，贫惰贪啊。阮阿呆啊嘛，做认真啊，贪个兼加班的啊。啊，是讲伊嘛够辛苦的啦。有啦。来讲来阿明啊，你来。什么话，妈妈？你去甲恁爸讲。要讲啥？讲阿母啊，会洗衫机修理好啊。太有啦，有人来修理啦。有啦有啦，你都去甲讲就对啦，讲我洗衫机修理好啊啦。好，妈妈你哦，修理洗衫机哦。阿姨今仔去哦。爸爸，你开门的啦，吼！啊，即马喺度，因爸来讲，是虾米代志啦？妈妈讲洗衫机修理好啊，会用洗衫啦。即马阿呆，你开门开开，你甲恁母阿讲，要讲啥？爸爸，你要洗衫裤啊？恁爸家己洗好啦。你大人的世界有够好走的啦！我比家己洗好啊！大人世界好复杂，真正有影实在。大人哦，安那，那要从什么回啊？等下囡仔，你困啊，无你就两个翁仔某招招的，看要去汽车旅馆啊，买一堆。好。点点换一个环境，换环境不如换。你那离迄间迄间眠床也分咯，好袂欢喜哦。迄个非常久啊，你迄个眠床那种，你换一个环境，好，气压也好。换眠床啊，哈，换眠床啊。他们讲到换眠床。人家有阿阿婆在调地。哦啊，这位来去汽车旅馆，我有情调哎，未来去那个饭店，嗯哼，哦，来去诶，住那个总统套房，对，一暝开要两三万，那开落，啊，付一摆，三分钱，哦，还没有，我
关系。哎，你讲我来来度影去。你偏偏变到个刘德华呢？45分。啊，对啦。老师，超级。我鸟公。公输啦。汤收开，数到丹田进开，嘴下巴爱提讲卡真的。我来讲一，正平一人，正平一人，倒平一人，倒平一人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较好个。我就是两个三个三个，一口气过来，无要紧啊。好，我来开门。姐姐，我两个，姐姐，我两个，三，姐姐，这是干的。啊、哦，真的真好呀！你拢冻未掉对不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好啦，我来讲那个阿呆啊。阿呆呀、啊。阿呆去看心理医师。你心理有问题哦。对啊，家己嘛讲。嘿呀、啊，啊去看阿医生讲，阿呆啊你是安怎？医生啊。啊，阿呆你安怎？我跟你讲，你唔好敢讲诶。没啦，我这做医的个，我绝对袂当讲。足奇怪呢，我吼，足爱含狗啊做爱啦，哎、我就未爱含人。哦，这严重咧，即卖心理有问题啊！啊，真诶哦，你未爱含人做爱，你爱含狗啊做爱哦。啊，你是爱含狗母做爱，还是含狗干做爱？安尼啦。啊，伊啊，大家啷讲啊？大家讲，医生啊，你即卖是当作我心理变态呐？当医生吗？当阿妈找狗母耍。是同款啦，有，心理变态，高跟高帽不是拢同款？哎，个心理变态呀，够恶心吗？真正呢，无正经，老师你讲这就无正经的。啊哈，我来讲一撮正经的哦。好，阿呆呀兼阿花哦，因即回过年哦，去到游乐园遐里在佚佗啊咧啦。佚佗啦。哎，因遐哦有一个迄个轻型的飞机哦，会坐起来你好哦，会安尼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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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啦。会安尼安。背来背去了，对啦。像我好心，咱背来背去安尼啦。啊啊啊啊啊、这迄教练就甲伊讲啊，阿呆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坐我的飞机有无？是。你若是无爱的话吼，我贴你1000块。无爱贴1000块。嘿，啊，你若有爱的时阵，弄死娘娘，我甲你收100块就好。100块。对。阿呆又讲啊吼，我甲你讲，阮绝对袂爱的，吼，阿我是毋是两个翁仔某个借客坐？啊对对，绝对骗无爱的，就当赚1000块呢。对啊对啊。好，啊个坐起了后吼，迄个教练个载因两个翁仔某哦。飘。个教练想讲奇怪，真正这对阿婆拢无爱呢。哈、啊，落来了后咧吼，停落来哦。哦，我两个在这用干嘛？好，嘿，教练，我跟你讲哦，嘿，我险险哦，嘿，爱出来呢，你敢唔知呀？他妈爱出来哦！因为搿对阮某吼，背出去，我还真正无爱呢。你妈对不起啊！哎呦，你得去八号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真。
无正经啦。啊，无正经哦。讲较正经的啦，我来讲阿呆啊。阿呆啊。阿腿啊啦。阿腿啊。阿戆啊，因三个兄弟啊。好，因三个兄弟啊。结拜兄弟啦。难兄难弟啦。嘿啦嘿啦，啊，就去啉烧酒呢。啊，酒后吐真言呐。好，查甫人拢安尼啦。烧酒啉啉的开始品呢。阿呆就先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兄弟，唔是我咧分家鬼的啦。嗯。我哦，真美吼。嗯。会当五拜啦。五拜。嘿啦，一顿五百，我某啊看到我啦，裤脱开就放我昏去啊！老师，啊，老师，啊哈，你太假，你遐你讲跟假同款啊！啊，伊酒醉啦，哦，酒醉哦，哼。今麦戆啊，麦腿啊，腿啊，讲五百要算啥？哦，够有看见，够有看见了。我甲你讲，我六百，啊，搁一百烧上来多七百，哎，好安尼。哟，我这咧两个查甫人算。对啦。啊，即马即马戆，迄个戆阿弟啊，讲点点啦。啊，即马阿呆啊，甲阿腿讲，哎，阮两个一个五拜，一个七拜，啊，你拢点点，你唔做无路用个。啊，对唔咧，我唔敢摕出来拼。即马戆阿讲，啊，你唔捌啦。啊，哪唔捌啦？你拢唔知我厉害所在伫对。你伫对厉害，你讲。你那五拜七拜要从啥？我一拜就甲天光啊。分家鬼一拜到天光，我都冻遐久。啊，若唔相信哦，无恁两个登记问恁阿花，甲问恁阿娇阿仔。新竹秋妹姐要袂挂台灯笼。那日头爸爸光。山啊，高海含梨花，有情啊，你啊要甲怎，唔通放乎伊落烟花。舟啊大渡惊风台，阿娘啊大渡惊人知。好食头顶顶，地点啊查甫上无情，一千人只下起因，叫伊三步看无影。六月日头花小雨。阿娘啊，笑阮过皮糊，交通过去也过度，三顿海产吃稀苦。莲雾开花满树红，树顶啊一只虎头鹏。山山过岭到台东，有情阿娘啊定来送，啊，阮的故乡点台东，阮的故乡点台东，阮的故乡点玉溪，阮的公司点。那个来去台东，台东人，台东人啦吼，啊，有一条叫做来去台东嘛，对，啊，要佚佗就来去台东，啊，诶，你若要佚佗，请你来台东，哦，你对不对？啊，你是去到这大台东呢？台东啊，好所在啊。啊，你若大风港唱这条歌就无好听。同款呢。不是我妈的你若要佚佗，请你来红岗。
怪怪的。你看，请你了，嘿，安尼都，啊，不然卖唱来，唱去，唱可能较好听。你那卖乞头，请你去红岗。安尼真正卖，咱卖唱红岗，红岗唔卖，咱来唱歌用的小岗，小岗可能个较好听，小岗就袂啊嘛。哎呀，你那卖乞头，请你来小岗。哎呀，哦，要小骨。啊，卖唱来唱去唱去呀，唱去较好听。啊，你那卖乞头，请你去红岗，请你去小。哎呀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诶，挑亲挑明得啊啦！啊，那你着今仔日吼，先来关心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阿丹嘛，恐孤立的代志。小倒去呀！哟，要小孤立。真侪咱的老菩萨讲好，张辉好家财好家财。今年大家拢盖好过日啦。对。伊讲哦，旧年哦，还佫艰苦家伫厝内面咧顾厝。嗯，有啥物顾厝？啊，着。他个戆，他个听，无法度出门，无法度徛，上久。你会有个人哦，你若欠血吼，啊欠血，咱那个心脏的血拍袂起哩，无够血通拍起哩。啊，他个戆，你坐车的晕车，坐船的晕船啦。好，即卖现代人食遮好，也个会欠血哟，介奇怪耶。介济哦，啊，即卖晕到吐啊哩，哎呀，足侪人会安尼，啊，爽到顾厝。嗯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都上街卖出出去佚佗，尔唔对呢？啊，无咧。做者老婆山吼，迄、那个戆吼，迄香港叫戆起来，迄、那个吼，上来吼，他甲要去卡着对，唔知影。你来看偌济老婆山，卡卡也无喙齿，有诶目镜卡卡歹歹去，有诶卡卡他甲脑震荡呢。对。啊，迄真正是重点。因为香港挂到去啊咧。迄行一日，香港一日尔嘛。所以囡仔拢会甲订，一边拢会订手术。做花边之物。嘿啦，这老婆生，咱若有这个问题，一万拜断着一拜就去了了啊。嘛是表示身体已经无健康呀。有新闻咧报，曾经都有一位咱的老婆生伊吼，洗身躯的时阵，去摔倒哩，一惊啊！厝内面无人伫，家己一个老大人，伊也无高血压呢。也无糖尿病，太过会摔倒。哎，都敢那他较会晕安尼啦。哎，有当时啊，香港无代无是晕一个戆伊，晕伊呢，会欠血。所以足侪老人拢会摔倒。啊，老人都做血歹啊嘛，啊，所以伊会欠血嘛。你机能拢退化呀。啊，欠血即马有通起来都晕伊呢啊。啊，伊人佫拄目着烧水塞，有诶袂呢啊，晕啊叫出血摔过。哇！啊，去了了，去了了。我佫讲一个。咱的广播界有哪有一位主持人？嗯，哦，迄嘛有哪有真出名的主持人？伊嘛是摔倒伫个一间啊呢，无名伊，哦，对不对？这要哪讲？所以介只代志，咱老婆说，咱这袂当挂无事吧？哎，会当做预防啊！当然会当做预防介好啦。即个问题是咱方法啊用了对，观念要正确啊。好，你观念无正确，方法唔对，你个。老婆生倒一个头高公，头高型的，伊无看医生，大家冇看医生啊。但是冇多。啊，你现在医生看看，头高同款的公，同款的型。啊，佮有食药有效，冇食药佮无效啊。对，这个重点嘛。真侪老婆生讲，张辉，我若能看医生哦，啊，若咧型，医生开我药，我食食就好呀。嗯，就袂型啊。啊，明仔载吼，若无食就佮型啊，啊，若佮食就佮好呀。啊，你感冒药水佮来参观。嗯，啊，就拢安尼嘛。那你若认为安尼会当过一世人，你就安尼过一世人。袂使。哦，那无使咯。那医生药食啊，准好去。啊，那是戆甲去食，都人食。安尼，你都看见报呢，安尼无要紧。啊，你的肝要安怎？你的腰子要安怎？当然，西药就是。啊，你的胃要安怎？食久了，当然咱的伤肝解腰子嘛。啊，胃嘛问题。但是如果啦，如果呐有一个办法，嗯，哦，有一个观念，一个方法，唔免靠食西药。哦，啊咱。头壳变，头壳戆，头壳疼，会当赶紧甲慢起来。按一摆，咱就要予伊安尼会舒适，赶紧甲慢起来，咱就免带伊头壳病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对。你来看有偌济老菩萨，迄头壳病带三四十担呢？艰苦噶。三四十担呢？迄有诶囡仔做兵退伍回来啊，娶某生孙啊哦，头壳可能无好呢。啊，伊敢无看医生？有啊，袂长紧啊。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？我来讲哦，讲了这我讲一个好家人啊，这个好家人的故事我讲介一摆啊，但是我那边个讲，
因为安那讲，近年咱电视机头前好嘢人介多呢，啊，唔过好嘢无彩，现在无彩啊，你都有钱啊，啊有钱就你无多享受你的人生啊，你读较闲，读较戆，读较听。规工拢当负责食医生，食药看，食药看医生呢啊！含饭啊，无想要食。对啊，安尼是有钱收落用。我讲这个好嘢人哦，凭伊的财产就对啦。卖讲你台湾要看医生，你搁为外国调医生来，伊都有才调啦。唔过伊就一个头壳病，去予医生甲宣布讲，你这世人袂好啊。袂好啊，无医啊。还袂六十岁哦，早当时啦，早当时找我的时阵啦，伊还袂六十岁啊。医生给他宣布说你的头脑病这世人不好了，就这样啊，他就请一个外头在洗肠，倒眠床倒半年，刚在听收音机，刚听到我的节目，听我在说到这头脑病要怎样把筋慢起来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和方法，他全打电话给我，你如果稍等的委员跟我过来一个，做不客气哦，那是人咧砸，也是伊咧好嘢，人心里就开口啦。我讲你即摆是咧苦教伊啊，我真爱甲因咧。哦，我讲你即摆是咧苦教啊伊啊，讲电话啊，那无礼无貌。哦，你唔要指啊，咱来买穿好一个，拢总无啦。请麻烦你过来。哎呐，啊，我想讲好啦，我为好起来，想讲啊，着人咧艰苦。你砸啊！啊，人咧砸讲话，心本会卡哩多，我着无虾米计较。我讲来你第几号啊？万能讲我啦，胃啊贵，我较活入去，计两讲我去啦。去的时候，就是跟我讲，伊头壳病袂好，医生甲讲的，诶，这个过程给我听啦。电脑断层啊，少，核磁共振啊，少，血啊抽有诶无，逐项验就对啦。结果诶，验诶，讲伊头壳病袂好安尼，验袂出什么病来呢？啊，讲袂好啊，就是爱安尼。啊，这头壳会晕，头壳会疼，头壳会戆诶，乌暗晕，啊，边边疼，疼到头壳中心，疼到胃都过来，诶，人足侪拢检查无病呢。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大概就是走去食止疼啦，无走去啉感冒药水，要死较紧啦。未使啦，迄未使啦，未使家己欺骗家己。迄到尾临工恁囝恁孙都爱家己六西六流啦，爱西药治啦，爱有诶无诶，到落尾会相关癌药治，迄未使。尾啊，我讲安尼啦，我都来啊吼。你诶问题，三月你诶时间互我啦。嘛，互家己三月你诶时间。互我三月你诶时间，那有在调家己诶，即病情规个慢起来，他甲病转好好去哦。你都在做一挂善事，哦，真正都接着好用好用。对对对。啊，那是张辉，那无在调，连讲你都当作无我这个人的存在啊。人讲真正，我讲三月日，伊无加两个月，一个月过二十天，伊车开咧拢去嫌医生烧眉。我都家己开车。对啊，医生讲啊，你安那来？我家己，恁祖妈家己开车来。伊讲恁祖妈家己开车来，啊，你唔是讲我头壳病袂好啊？我这不是好啊！一个月过二十天，加伊三四十天的头壳病，医生宣布这世人袂好的头壳病，按一个月过二十天挂紧拢甲放开。阿伯生，接着好音缘。什么人有在调？老师，我唔是咧分家规咧。那么咱的头壳病吼，真侪人拢唔知影这利害关系。大多数咱拢是因为胃欠血开始啊，啊，咱若欠血就乌暗面啊嘛。哦啊，头晕吧，啊，就面色也无好看，啊，心肝头会青，啊，心肝头个会青啊。因为你欠血，你心脏拍无血，拍无血都像迄莫打加无水同款啦。啊，到落尾伊会心衰竭呢。啊，欠血心脏会衰竭。哎，就加到尾啊，莫打小血咧。哎，个无命去啊。对啊，啊，肩胛个会流窜呢。肩胛流窜。哎，肩胛也流窜。像安尼表示无健康。这我呐观念放下落去，这才二十天就好呀。表示健康起来。对啦，啊，过来就是有诶落汤毛。汤毛会落。哦。诶，水坑去啊！看，诶，盖一老大，你看头毛落，有诶落变只甲这个地基头毛呢？对。哦啊，你若辛苦些些，你诶水坑甲看，拢几个？无健康。我诶观念放下来，以后你诶头毛得乌心心，啊，佫袂落。啊，但是啊，头毛人啊袂死诶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咱人啊，较容易添。哦，这个都。哦，啊，咱若欠血人啊，诶，较容易添。啊，你若有慢性病哦，慢性病愈来愈严重。你含药啊，佮食袂惊？食袂惊啦，药啊食袂惊啦。欠血。到落尾，你的神经错乱啊，心智袂清，记忆歹，啊，神经会错乱。你看足侪老大人讲，哎，我介常看到一个乌影哦。老菩萨，你有安尼无？有哦。介常看到鬼哦。哎。有诶哦，做梦拢梦见往生去的七丈五十朋友。哦，欠血嘛会安尼？迄欠血引起，佮
过来就是咱的大小便的失禁。大小便嘛失禁。哇、哦！所以做者老人，伊到柠檬床顶必须爱下药煮啊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欠胃，哎，胃欠胃，你的血呐补有够吼，解决毛病是免看医生，家己装好伊啊。血是人的性命。啊，欠血的人，介侪来，你想腰子无好的人欠血啊？一定欠。你尤其真个洗腰子的中心，绝对欠。好，即马咱张辉伫洗腰子中心是欠个了袂掉。欠个，当个小白。欠血拢爱找张辉，伊观念方法多难，安尼个。手术了后的人也欠血，因为你有老过血呀、啊。是，啊，佮有呢，一个关于着食素食的人也欠血，一定欠。糖尿病的人较大口杯一般是散落，嘛足忝哦。啊，生产了后的查某人一定欠血，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。嗯哎，一个月做起来补袂断哎，补袂断。尤其是年纪有诶老大人啊，包括查甫人、查某人。哎、欸，年纪有诶老大人哦、喔，因为你食食少啊，有诶食咧未做伙，所以年久未侵，你的身体就歹。今仔若是无欠血，你的身体就好，免得红高赤赤，人的身体用开。像老师安尼。啊，尤其是查甫人，我要讲哦、喔。查甫人。查甫人，你会记清哦、喔，三滴血一滴精啊，是安怎样？咱少年的时阵，精髓拢会当先过，会当喷咧信封内面咧。较早阮初囡仔吼，老师你含这个算哦。哎呀，啊，即摆咧，即摆无啊，你会有啊，治无啊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血无够，血无够。你都无迄、那个无迄个原料，免哪做精。所以血有够，精髓唔带，把精髓也放唔带，冲、哦。哎，有关系呀、啊欸。哦，迄大关系咧。原料爱有够。哎、欸，原料有够。来啦，咱来把咱的血保护够，啊，卖互他家戆，他家听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查甫人会当安尼，三滴血补一滴精出来，好唔好？来，母牛准备干保庇，身体健康，吃百年啊！大家一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，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。有很多老婆婆、乡亲朋友要说起来，整天要人工人工马西马西人不清彩晚上又歹睡身体拢一直袂健康，对。那无说你就是欠啥，你知无？欠倒一项？欠一罐，一罐叫做波氨素。那你老婆说老一罐吼，老婆说加足有动的老大人呐，偏偏你有咧食波氨素，到恁的厝边的老大人，你注意看，食咧一组两组经过，你看遐人大家身体拢舒咧。老婆说，你也愈来愈用。来看你啊，看你。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吼，波氨素，波氨素哈。有这罐你可能英雄英雄马西马西呀，别爱马西马西呀。可啊，无说这，我今仔大犹太啦，啊，先拍先赢啦。一罐一千块，一个月份一千块，啊，买两个月份两千块，两个月份搁加送两个月份安尼，买两罐送两罐，安尼四个月份哦，两千块，他砍两千块，够俗的呀。来啦，那个非常时期哦，请大三的咱个上一罐的蔓越莓。蔓越莓伊是胶囊的哟，唔是糖果嘛，咱一罐蔓越莓。是啦，迄、那个即马过年过来啊了吼，我讲不过，这罐无正常啊，这罐是我的利润，人公司无有啦，好好，好我赚啦，啊咱即马总煮安尼，安尼两千块啦，无啦老师，啊你袂使安尼，你常常讲无爱无爱个无爱无，你嘛安尼人家意思一个啊，我饲了四只大布袋啦，大败啦，你啊你讲啊我，你讲啊我袂漏开呢，后盖咱即摆正常，够后盖，后盖后盖正常。今天你个锦上最好是来了来了，咖喱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。你说你给我靠，通个第一关。那个，
干唔到人，我懂。饲了去甲布袋，全部优待2000块，安尼全部2000块啦。刚一回呢，后回个无熬啦，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。早暗一点一点，来赶紧啊！来你好，喂，哎，小姐啊，难得位，我来一双一双一双啊，谢谢。早暗一点一点，吃饭包吃啊，阿拉30岁以下一天一点。对，来你干嘛？喂。我要爱一组，咱住伫倒位？我住屏东啊。来二线屏东一组八行数，谢谢啊。喂，来你好。八行数，咱住倒位？台南。三线台南八行数，谢谢啊。来你好。八行数，八行数，咱住伫倒位？台北。台北的四线八行数，谢谢啊。好，最后一回优待。来你好。八行数，咱住倒？高雄。来五线高雄八行数，谢谢啊。查甫人的其实啦吼，这就是咱查甫人要制作的原料啦。物件啊，查甫人吼，一定爱有这组咱的保安所，这查甫人才会水。啊，佫袂搞啰嗦。啊，佫袂啰嗦，老大人佫安尼佫有动。好，佮有动。哦，这足重要哟吼。啊，有这组你唔免伫遐点鸡点鸭。来，你好啊。哎，小姐，我要保安所。咱住倒位？公山哦，这组食会到，这真正是鹅肉来。一线谢谢。诶，风流的阿高兄，都来有这组。你只要风流有路有路啦。身体健康，咱才有法度嘛。啊，你好。老师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婚礼啦吼。这组呐，做工课人咧，家拢做袂停。来，一线谢谢。再来搞啰嗦。查甫囡仔个要学姐啊，到阿公阿妈。查甫人日时咧平暗时个咧。冲冲冲，就是爱有保安所。才冲有路力，路来。人的体，人的体力哦，拢一定爱有原料的啦。无体力，无原料，你要哪有哪里来的体力？无啊！来，赶紧来，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！啊，有这种你都唔免底下点加点啊，好几回。元宵粿就像安尼啦，啊，有一回诶，就像安尼呀。元宵粿啊，哈，安尼嘛介绍个。我先讲个哦，元宵粿就像安尼，我无骗你哦，哈。啊，忙跟讲哦，我顶个买有几罐，即卖来。有。哦，佮个无同款啦。来啦，今仔日哦，同款啦，同款啦，我都即讲出个实话啦，哈，同款有哪有啦？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迄个。保安所。保安所。好嘞，恁住倒位？那叫啊，这。啊，一双啊，这边一双。像恁这位阿伯啊，就足需要的啊。有保安所，恁人嘛较精工哦。哎，你就精工开啊，你就袂等停都停到啦。你哪里哪？好呀，按照属性，老大人讲者，为什么你少年辈你食老食老人停都停到？哟哟，你就是无济啦。啊，有这就精工起来啦。那你个？喂，嗨，恁大都。桃园，南京双桃园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嗨。我做单杠。来三双单杠，谢谢。是恁故乡。哎，我故乡哦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嗨。哎，我保安所两组。两组来四双两组，谢谢。新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人买两组啊，伊知影后悔无安尼样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这回也阁有啊。唔，因咧有食到，知影讲哦，这个物件未使无。赶紧趁老师今日有优待，较紧来去订两罐。来，你好。老师，我保安所一组。赞你来一双，谢谢。是哩，有这组你唔免底下订加订啊。唔免订，阮照订房价。迄袂好饲啊，观念嘛唔对。啊，你都早时啊食饭饱食一粒。哎呀。啊，暗时啊食饭饱食一粒，安尼嘛足简单嘞啦。电工常常过。哟，来你好啊。喂。电话通吗？做保安所。来，你说保安所是谁？身体愈来愈需要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嗨，恁到位。我是玻璃，玻璃来沙沙玻璃，谢谢。保安所，保安所是人的地基呀，地基要先固宅。这座保安所吼，那无善，你要蛤蟆杀输无啦？你即马一座在叫，恁厝边遐的老大人哦，你含咪身体甲比看嘛呢？你食一座经过了，对，你以前身体输伊哦，你即马就弱过啊。弱。肉当然的，伊有啊。你若食第二组，伊就离你个远啊。系，那个愈来愈健康啊。老三，人要动的久，未使无这组啦。人的地基，尤其是老大人，哦，这组的老大人就免啰啰嗦嗦呢。
你啰啰嗦嗦，连咩都请去两家，连咩看呀，连咩看呀，连咩看呀。看早袂哩。哎呦，老不善啦！不是人个过日子啊，来你咯。地基也空黑用诶。哎。我在保安所。咱大道。泸州。泸州啊，来一算是这。有这种个袂搞啰嗦啊。好啦，阿哥一分半钟头啦。老不善，你也袂看我紧看咧，哦，我今日真能管啦哦。来你咯哈。你好。嘿。来来，就到保安所。哦，那咱大道位啊。对啊。来，你想怎样喂你好，三山小姐，跟你话无说事。关灯卡，还没看到关灯卡。来你好，我咧保安所。恭喜啊，老兄啊，来四川说事。查甫人安尼就对啊。来你好，你好，嗨，我高手咧，高手来高山说事。恭喜你，来你好，喂，嗨，超短，来一山超短来说事。安尼就对啊，咱车咧来玩，地址就是空屋仔。来你好。喂，嗨，我在保安所。来，二山保安所，谢谢。哦，一回给我再两关哦，老板，听我清楚哦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嗨。去了，保安所。来，三山，谢谢。你看到，你看到。哇，老公，你也不问我这都，我这有事做啊。好久没有。好啦，那无使恁后悔只买个无只两罐啦，啊唔忙讲啊，我顶回买等有只回无无哦。后悔就像安尼啦，后悔安尼哦。这以前是拢袂安尼啦，哎对对，啊以前是拢袂安尼啦。今仔日还够有哦。你好，喂，对，嘿，来一双，谢谢。电光手电，你好，喂，我装个听下吧。啊来，张伟，你家看能不能听来二双？我装的是。要二双，二双，二双，谢谢。来你好。来三双三双，谢谢。我健康时间这边搞了好少。来你好，你好。来四双双脚步，谢谢。我来分吹了哈。最小卡哦。来一双。来。老婆在继续卡电话哦。你好哦。你好诶，哟，元华，元华这也点一首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来，大家拢好好过。对。来，那边扭转乾坤啊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
咱哦，那无在之前吼，张辉虽然有跟你讲，天帮了我帮你夹咧，啊，物业我帮你担咧。当然，这是我对咱的一个心意啊。但是毕竟啦，吼，毕竟啦，每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个体嘛，所以咱各自代志是拢爱家己来的，哦，咱拢爱靠家己的啦。每一个人代志拢靠家己的。当有一天天崩落来，你无怎样夹，夹你无怎打算，较靠咱张辉。哦，就是爱，哎，就是爱安尼做。我若讲一个故事，我恁听，你也听听，哎，有影有道理呢吼。较早一只诶，关于落，诶，落雷啦，落雷啊囝，落雷啊囝咧问个落雷老母啦，讲妈妈妈妈，为什么咱生落来吼，都爱排这个壳，遐尼正顶高，遐尼正重，啊，搁生做遐尼正歹安尼啦。哦，壳掉有影，哎，妈妈啷讲？伊妈妈就甲回答讲哦，迄就是因为咱的身躯无骨头，哦，无骨头退掉诶，所以你无多走路，只好是用爬。哎呦，啊爬佫爬袂紧，所以需要要有这个壳来甲咱保护，安尼就对了。那冇道理呀。对啦，啊，伊这样讲，可是但是迄款刺毛虫啊，伊嘛无骨头啊，啊人伊嘛爬袂紧，为虾米伊免排这个？这个壳这么重，而且囡仔人真够猛的。对啊，哎，个关键就落雷镜就问啊，明明无骨头，刺毛虫嘛无骨头啊。人个没排壳。因妈妈来个讲啊，因为迄尾刺毛虫哦，伊起码到落尾伊生出石蜡出来，伊就变会飞个啊。哦。伊有天顶哦，该保护伊啦。飞起来个无代志啊。有啦有啦，啊，起码。这只罗勒囝的个一个明明讲介异形的，伊讲无啊，啊你像毒棍啊啦，毒棍啊嘛无骨头啊，伊嘛缩袂紧啊，啊伊嘛袂生死啦，嘛袂变野啊，伊为什么唔免像我呢？佮爱排一个壳，遐尼顶。哦，这个瓜牛算足好现嘿。啊对啊对啊。哎，妈妈哪讲？伊妈妈了足慈悲的，足慈爱。啊，囡仔读个缩缩的吼。就讲讲，因为个毒菌啊吼，伊会种土，种因为土来，啊，所以有土地甲保护，伊个无危险嘛。啊，咱就袂晓种啊，啊，人个毒菌啊会晓种，咱落雷无法多种啊。这个时阵，哎，这个落雷就哭啊。现在还哭啦？我妈妈，咱有够可怜的啦，天顶也无去保护咱呐。人个关键就，迄落刺毛虫个，当变野天顶个保护伊啦。啊，这块土地也无去保护咱呐。人个毒菌啊，种下落去，啊，咱也无再掉啦。啊，即个关于罗丽老母，就笑了笑讲啊，戆囡仔咧。咱有够戆的呀！啊，咱有脚啊，咱唔免靠天，唔免靠地啊，咱靠咱家己啊，安尼唔是佫较好吗？啊，冇道理咧。所以哦，即个故事要讲讲哦，靠山山会倒，靠海海会打啦，靠人人会走啦，上好啥？靠家己，啊，爱靠家己，还是靠家己。刚才讲山较大起哦，到落尾也是会倒哩。原本靠山哦，本地靠一支山，弄了靠山，安尼又倒哩，转土石流，转台掉也介济呢。所以咱爱脚踏实地，靠咱家己较实在啦。哦，啊，唔忙讲靠恁爸阿母啊，有两千年啊，啊，你都目睭眼金光光，特别靠恁爸阿母啊，也是靠家己的骨生肉啦。那不是我讲的对不对？较实在呀、啊。嗯啦，因为你年纪有那会老，你嘛是有那得会含恁爸爸妈妈同款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都要靠家己啊。当然哦。啊，老的老西乞像那棺材本高头乌了了，人家死不人抬。真正有影。真可怜啊嘞。那不是我讲咩啊？好好。嗯哼，靠家己。有在钓，你就吃较好的。嗯，无在钓，咱就吃较歹。嘛是你过日。日子赶快来过啦！即卖年代无枵死的啦，对，有迄贫端死的啦，无迄个枵死的，无要占土坛的。哎啦哎啦，那点歌啦，要占土，你吵吵啦，要占土坛，你家己要坛路啊啦，啊你是要倒咧坛啊，徛咧坛？我坐咧坛。老师，你来点歌？啊，点歌了，不你要对坛，真巧呀。
7890088，我真会遮叹啦。屏东的电话，安怎啦？无啦，我要念七八九啦。0878900088，0878900088。一通电话讲三句。第三句。我到底我什么人？我听什么歌啊？简单又明了。老师，你唔免安尼，你唔免安尼。我见唔要猜啊，起来。有啦，人有咧卡，人有咧卡，有咧卡，有咧卡。喂，喂哦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板桥弟弟，郑中基，高山青，高山青哟，哦，我拜一通啊，好，啊，拜拜，来，你好，喂，系，咱到位，我点歌，咱到位啊，我恒春，哦，恒春哦，什么人？阿辉啊，你，阿妹听什么歌？管风啊，管风呢？电风唔可以，好好来你啊，好好拜拜，来你好，喂，好，哦，咱到位，老师你好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新年快乐，哎呀，我点歌，我点初恋，初恋啊，咱到位什么人？我汤汤宝贝，哦宝贝啦吼，我拜拜三啊，新年快乐啦，好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拜拜拜拜，好好好，来你好，哎，嗨。点歌，点歌要几人呢？我桃园芦竹。点歌，我姓陈。哦。要唱点那个寄雨，寄雨白云。是好啊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哦、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哦。我姓，我哎，怎有啦，我听你讲咩？听我讲哦，歹势我嫁啦。嫁哦。我拜托你加点一个一代佳人。啊，嫁人什么人？我嫁人姓陈。陈小姐啦哦。嘿嘿。好，我给你拜个好哈。好，拜拜。哦，来你好。嗨。来你好。我是何。哦何。新北市。哦。今夜又过咧落雨。今夜又过咧落雨啦吼。啊。好，拜六号。拜六号，谢谢，努力。来，你好。张老师，你好。周先。麻烦暂时下无你较朋友啊。给你拜七号的哈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哎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张伟，张老师。哟。我是碧珠。哦，碧珠啊，吼。加香蕉，借问爱情。借问爱情，来拜八号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无啊。搁两条，嘿，搁两条，十条我点未满，可能呐、啊，真正、啊，可能呐、啊，哟，你即摆起来搁会当食无？台湾都剩一百，你还剩两撮子呢？啊，未啦，无啦，无撮子呢。啊，无，点可能爱想要爱恁的命？搁一条，搁两条。啊，等你，等你，等你拍耳朵。那个无老师等你，无爱等，无到老师等你生气哟、哦。我爱人，要讲啥？你人袂生气对无？你是只恩道。我该安安的，你拢讲。安安，真正五什么歌？真正无人要点嘞，有啊。喂，喂，喂哦，嘿，哦，什么人？陈妈妈哦。三明区。哦，来啊，陈妈妈听什么歌？真的好想你。真的好想你，拜高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来溜。喂，今天点歌是安怎啊？来溜。张老师，哟，一梅姐，嘿，一梅姐，哟，点个台台北水乡曲，怎么啊？怎么？好，谢谢，哦，拜拜拜拜，啊，五号五号是咱台南的方小姐，点一首《心所爱的人》，上上老婆在到你的心上，闽南语老歌。
咱身体诶毒素又搁累积一年起来呀。迄、个，一句话咧讲讲吼，有毒一身病啊，无毒就一身一身轻呐、啊。那有毒的龟仙骨病啊，就破病起来呀、啊。哦，啊那无毒龟仙骨拢足轻松的。轻松个好过日。你看爱囡仔足轻松，啊足活泼的。毒素无累积。因为爱囡仔拿出事。啊，一直到下安尼走跳吼，无几年嘛、嗯。但是人食五谷个啊，空气啊、水质啊、物件个污染，啊，大家都愈做，年岁愈来愈侪，毒素都愈积愈侪啊，所以就愈那即马毒素那侪就搞破病。啊，那破病？你会记清楚，老婆仔，你注意听即句话，我讲你看有道理无？一个人个毒素那变变人啊。那一个人啊，毒素代谢累积起来，迄七少年、八少年就破病啊！啊，你那是身躯顶啊无毒素，有那食到七老八老哦，伊都毒素无解，这伊未搞毛病啊！这就是人嘛。所以万病就是毒。对啊，就是毒啊！啊，这个毒的物件哦，咱目睭看无。嗯。哦，你看像，诶，做农的人咧喷农药啊。对。农药有毒无啊？有啊，该毒个，虫会死个个。哎，人里面就死哦，虫死呢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迄种无毒。足毒足毒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唔过咱。啊，唔过你甲想哦，为了喷药，啊，我有挂口罩，哎、嗯，我有穿长衫。你无感觉你药啊喷了的时候，你的嘴拢会苦苦吗？你喷过喷着农药啊味呀？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，尤其是那倒个带里迄款针卡，人啊，迄风头咧喷农药，风尾遐。迄几号都拢会偏掉啊！臭哥哥，哎，迄也未死啊，唔过有毒，累积起来呀！哎，就累积，自做囡仔皮较大汉，哦，呢，这咱都要注意啊！这点咱未使无细理。那么毒素就是安尼累积起来。所以咱累积多些器官，较侪个破病啊！对啊，啊，恁买蔬菜水果，都因为咱喷农药啊，咱也未当讲无食啊。你嘛买水个啊？未使怪农民啊！伊都无喷，咱也无当好果啦。对。啊，讲叔叔，介济人负责讲，张伟凯讲好高，啊，增加囡仔就是安尼，阮增加人拢安尼讲啊，我这上实在无法度啊，我这实话是讲的啦，哦，所以咱也袂使怪农民，咱都无盆，咱也无安尼了，无人好高，无人食啦，哎啦，啊，过来，你像阮做囡仔，做囡仔较早从阮阿妈吼，门窗卡有生三红，一红劈柴，一红菜头龙啊。啊，一人一个王的豆浆啊！哎、欸、哎，那是要食的哦、喔。还要食的啊！啊，拢是你迄门窗开。嗯。啊，像阮做囡仔也无钱，无所谓啊。人家别人咧食咱薄啦，啊是讲咧食芋饼，对无？啊，咱伫遐看了后见，啊，咱就走去跟阮阿妈头开个块暗羹哦，也诶红啊，啊内面有个菜头龙啊，啊就立一立啊起来，啊嘛是做小啊食。啊，你派呢？我去讲。生果了嘛，唔知嘛，客着食。好，我干那做手术啊，偷食规半红。好新哟！我阿妈一日去讲，哎呦，咱咧门诊口有鸟鼠，阿姨哦，一鸟鼠拢把面拢食，拢要食菜刀龙啊。这也亏。你这鸟鼠就是吃奇怪。啊，咱较早啦，做囡啊，食迄生的，迄生的嘛是冻的。嗯。老先生。足冻。过来，咱做囡仔时，你看较早我阿妈吼，那甜粿啦，啊是迄个粿啊粿啦吼。啊，拢用个虾拿底哩，以前无冰箱啦，啊虾拿底哩，啊用碟丝啊钓哩一中之林，为虾米？较袂去鸟子啊家呀，啊用个虾拿钓哩啊，啊囡仔佫揢袂着，哦囡仔要揢佫牙医疗佫无够管，佫无够管呢，所以囡仔揢袂着，鸟子也食袂着，啊佮啃啃啃生果，啊即马啃钓我伊就头壳顶无看到哩，头壳袂记住，有一刚刚个头壳，哎呦要受骨哩，哦，揢来生果啊，生果拿个粿啊粿生果都。八年啦！啊，你冇下掉哦。八年，啊，那甜粿哦，细细的。啊来。甜粿粿细。嗯。啊，一款那个那粿啊粿，拢八的，啊，粉硬稳稳的无哦，啊，较软紧。好紧的，我好食。糖公公哦。对啊，唔过遐个毒素，遐个毒素，你煎未，伊未惊高温。高温赶快滴。一未死。嗯。遐你食的赶快。人我那拢离咱体内。所以现在人会生歹命，就是毒素伤济。看你是叨位？你甲肝毒肝就定呀。对。药剂呢有毒，一款的药毒药剂就要去洗。啊，那细胞咧？啊，细胞有毒，细胞就定呀。
有的人是笨蛋辛苦，有的是无多辛苦，有的是安怎生同款皮肤病的个啊？啊，这看看医生无效呢？看你的毒素，你看医生干嘛？但你治的尔咧？你的毒素若无清，你拢看什么死人骨头拢无路用啊？你是暂时尔，那不是那种假啦？未长紧？你自己唔晓得写报啊？你人个恁较早少年的时阵无毒素，都未安尼破病，是安那卡食老来安尼？恁的毒素伤济啊？啊，为什么食老来毒素会济？为什么？因为咱的新陈代谢较慢。咱的排毒的功能啊，较歹，毒素累积，啊，所以也累积开。这卖讲是你啦，你个应该个咱肠胃都同款啦。所以你的器官的构造袂哩。咱若袂晓做，袂晓顾，袂晓做排毒的工课，大家人命运到落尾拢同款，因为咱同款活伫这个空间嘛，打伫这块土地里，宿这空气。咱大家食物件拢差不多嘛，所以咱老师即摆要介绍，就是讲，互咱来解毒、排毒的功课。要安怎甲你毒素、毒从生物顶的毒素，甲伊个代谢掉。掉，这足重要的，因为你若代谢掉，咱的肝若代谢掉，肝袂去定义。啊，若药剂的毒素代谢掉，药剂袂去洗你。啊，细胞。啊，细胞的毒素，那代谢掉，咱是袂去打伊。等啊。啊，等啊，袂生歹物，拢是安尼嘛。啊，咱呐，代谢掉，咱皮肤袂痒啊，袂生皮肤病啊。我去拄到一个头壳牙龈的，牙龈，什么叫牙龈？像个结石龈啊，无安尼安尼安尼，臭头去个嘿，比臭头较食力，迄牙龈袂好呢，牙龈嘿啦，伊看医生看袂好，迄牙较足，伊个头壳安那说拢臭干干了对啦。伊讲讲我嘛改无，我嘛改无来啊！我嘛无来个对。我都长长个一个老人，一个高中囡仔，一个读高中个囡仔哦，啊，一个老大人，两个拢集中镜头。我用同款一个方法，两个拢好伊。哎，甲用落。来拜某年嘛，甲你甲我讲哦，啊，安尼你接着好伊无用啊？对，真正安尼转好伊。像恁洪山陈太太嘛是哦，讲因先生有无？啊，恁要干恁老火老弟哦，要干两个叫咩翁仔某叫咩离婚？不啦，迄大了啦。好大了，过鼻啊，过鼻啊，大了啦。嘛是用咱的观念。哦，啊，人伊即摆袂焦啊。身体辛苦袂焦。嘿啊，啊袂焦，唔得，无你咱人讲话啊，肯焦要惊死哦。叫个老火老弟。嘿，啊，你食饭也是，你迄落要惊死，即摆哦，即摆人都足奇奇个这小动作个呢。嗯。咱那是毒素清下滴，除了咱未有生歹物以外，咱暗时会好困，因为无毒素起来，你会好困。你看那些肝病的人哦，伊到落尾有那亲人徛伫面头前，伊唔知影什么人，因为迄个啥啦，伊毒素清起来，啊清起来伊转乌白细细点细细点，伊转唔知影人伊。啊有时啊清清清清，啊有时啊迄毒素的那降落来，伊就较清清，啊那搁入去。你搁徛伫头前，迄什么人伊都唔知。毒素，迄就是毒素。啊，你讲少年人袂安，拢大多数拢老大人。毒素累一年身体呀。啊，阿哥会做恶梦，毒素人侪做恶梦的。歹困。哎呀，歹困啊！啊，人会扎啊，啊，皮肤会痒啊，啊，放尿臭尿破盐啊，放屎放屁，臭臭干咩咩。辛苦毛病。嘴嘛臭牙牙。对。啊，老人现作当的啊。毒素。毒素。安尼，那安尼人哦，你。强在身体，强在咧破病，强在咧搞毛病。那你搁一直食药，一直食药，恶性循环。今仔讲来讲去，张辉要一个观念方法到你。咱讲属性哦，你免得像过去较早就安尼安尼哦安尼，就爱安尼开山开海，免啦。那无啥，咱的方法观念用得对哦。真短时间内，咱就会当来处理掉啊。你就袂去行我弄路，袂去开我弄钱啦。哎，小辣椒一点，我个介香吗？会香一点，不就香吗？啊，未香哦，你个规本机嘛无录音。对，来啦，你们一下得嘞。把咱身躯顶所有位头到脚底毒素拢总个标清起好冇？好。来，无就出去干破皮，身体健康，大家吃饱你啊。大家一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佩欣医师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运动，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。除了防疫，也会当放轻松，享受着生活。而且来提醒，防疫期间，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譬如讲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，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，就要来挂嘴安。
只要维持防疫措施，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活动，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、加体育比赛，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、运动、旅游，等等，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，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，做好家己防疫新型冠运动。来啦，迄、那个乡亲的朋友老婆山，张辉哦。要甲咱介绍一个吼，爽哥有力。恁个认为讲吼，啊张伟，啊牛张志都介粗俗，规四季拢有，有啊，规四季拢有啦。无同款呐。牛张志规四季拢有啊，介无、啊。但是无同款呐。那无啥咯，有当时阵吼，一类的牛张志，咱要爱多干迄一丝啊，不是规类呢。足少诶。要爱多一丝啊。啊，迄丝啊叫啥物货？迄丝啊，就是咱家。这个叫做菌丝体，牛樟芝的菌丝体。看咧啊，看咧，非安东的哈，牛樟芝的菌丝体哈，这是内行人在吃的。你那牛樟菇啦吼，我那用一栋的牛樟菇来发芽，起来就是一栋。嗯，啊那是菌丝体。啊那菌丝体一栋，起来可能存无三百斤了。所以盖贵。好不散。你要吃就要吃这啦，咱有要吃这有，都免得吃饱个。对，我们这是内行人在吃。来啦。我伊个，今仔我又带一个啦。我这边又带一罐1000块。一罐1000啊，买两罐啦。2000块。我甲送两罐啦。买两罐送两罐。啊，不是。老师，要给咱讲，我吃去。今仔日到哪去做买？对，老大人就对啦。真正你万无一失啦。真正，咱人家足轻松的。哎，就免啰啰嗦嗦一大堆啦。嗯、来，这罐搁啊加落去。都减掉一罐，咱恁个哦。真正的。真大上。金大山要加一罐，伊是胶囊的药，唔是糖感冒哦。超过50岁过，佮佮送一罐。超过50岁，佮加一罐牛樟菇。超过50岁啊！恁50岁以下是无的哦。少年家无送啊。好。少年家安尼啦哈。好。超过50岁过，佮送一罐啦。来，啊、开始敲电话。0800-01-2-589的电话啊。下面有没有第一位？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恁倒位？啊，我台中啊。台中吼。啊，我来你说，谢谢。啊，就为咱关键卡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咱到位。咱到位。来一双，一双，谢谢。啊，哎，老师，你还没问看伊几岁？啊，你还没问看伊几岁？听声嘛，知影几岁啊？几岁？听声知影拢超过啊啦。超过啊。啊，你那是无超过，我会跟你问啊。对，那哎，这个我少年开哦，我来跟你问啦哈。好。来，赶紧来，0800-01-2-589啦，干脆安尼啦。安诺老师，起来讲，蜗牛猪鼻给送一罐啦。看来讲一句蜗牛猪鼻，唔管你几岁啦，好唔好？听较干脆啦。啊，搁蜗牛，搁你加持一下啦。但是用爱武功蜗牛猪鼻，搁加一罐哦。啊，搁加持一下啦。你哪会讲个是安尼哟？来，你好。喂。嗨，你好。老师你好。进攻蜗牛猪鼻，较紧的加一罐。哎。蜗牛猪鼻加一罐哦。进攻啊。啊。来刷刷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们一罐哦。来，你好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今麦要当主黑。哎，来高山的试试。我进啊，来你好。老师讲。哦，来，你说是谁？牛樟芝老师，你有听讲牛樟芝的菌丝体吗？菌丝体是内行，内行人咧吃啊，尤其是那有咧饮酒食薰的人，那爱牛樟芝的菌丝体。咱若食烧酒的人哦，对，未使无啊，一定爱有咧交际应酬。有咧食薰薄冰两个人，一定爱对你哦。对，张辉该提醒啦。咱到迄落讲一个内档解解掉，啊，你解不掉，你都爱食这啦。哎呦，是啊，那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我要一组。来，四双试试，牛樟芝的菌丝体了，你好。喂。来，一双小脚步试试。金卡，啊啊，不是啊嘛，加足好困的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哎，我加。来，三双试试。啊，那你没，你还在看，没给他起来试试。来，你好。喂，老师，不牛猪逼。来，五双试试。哎呀，加一罐，加一罐，来，你好。哎，我错了。很多都。来一双试试，安得对啦。我牛猪皮加一罐哦，无讲的是无这罐呢。空不空空，空一零5800啊！喂哦，喂，张威啊！有，你好。我你几多啦？来一双试试。一双到五双啊，今年。我在想，靠边的人，那牛樟芝的菌丝体一定爱加。暗时呐，超过11点过靠困的老大人，你爱听张辉苦劝，黑暗未使，你一定爱
咱早暗两粒的刘张师的菌尸体，包括你困未起的嘛是小、哦，一定爱去一段哈。啊，有咧食外口面呢，啊是有咧食粉薄冰两个，哦，啉烧酒的一定爱对咧。啊，老婆生啊是身体无好，需要食东食西也嘛是一定爱牛樟菇的菌尸。冇咧，咱的刘张师菌尸体，你若食一段时间哦，有足济困扰都无安尼。对，人会轻松。啊，你就免个你爱食东食西啊呢？哦，这你我该讲的是属性的呢。咱在对筋头啦，对，这叫得蛤蟆头同款啦，哎，蛤蟆头顶上我行，咱哦安哦可以健康起来，哎，可能叫所有的电话制品拢哦正常在运作安尼啦。方法就是在家，来赶紧来，剩最后三分钟，哇，剩三分钟呀，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啊，你得炸两粒啦，像咱中爹村那只鹅肉去做鹅肉噶。做清炸呢？伊个老人房哦，安尼清气淡淡。哦，足好大，大哩足舒适。啊，迄、那个老大人哦，身体也健康噶。个袂底下起来起起。啊，即卖人拢真公开。哎，真公开，有差哎哟。就差多点咯，来你嘛。啊，你好，美女主笔啊。来，一双来试试，监管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叫什么嘞？来，一双试试。喂。来，你好。哎，我要，我要一双。美女主笔，监管哦。哎、欸，刷刷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衣服给这款哦。来丢。喂，电联通啊，电联通啊。空气嘞。来细刷细刷，看这边。来，你好。方老师讲。你好。嗨。哎、欸，我上午叫。怎个怎个代志？怎个怎个代志？请问我插话，你时间规工拢当插话。没啦，怎个代志？这门这门啊，这门还不赢啊。你个叫你来一个。来丢啊。喂，哥。咱大队。歌咏，来计算试试。我刚把牛猪皮给一罐。那要问当问西哦，唔好伫广告时间啊。你破龙时间咯，当进楼口哦，大家拢咧无闲。哟，啊嘛无时间甲你查。哟，啊你规工拢会当问你，唔好伫这个时间吼。拜托，我拜托一下。难得啊，红的拜托一下。来，你好。喂。来一双试试，啊，你搞掉啊！我今这个买有掉，真正。看今仔日有优待，来了。啊，这个优待不是达工有哦，所以你零会卡等会起来，那是春节安尼吼，习惯嘛是介绍的哦。不是春节啊，咱零工是一定安尼啦。恢复关键，这是今仔日无正常加这两罐。今仔不是无正常啊，今仔算优待啦。优待加这两罐。今仔无正常嘞，我无正常。真的不到啦，阿辉个无啊，无正常，人讲无正常的话，你有嘛？我算正常人嘞，剩一分钟了尔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，三暗两点两点，最后九分钟啦。爸，最后的机会。阿德有怕，阿德有痛，有痛就健康安尼。哎对，阿个就是爱叫去当教。阿你嘛？喂，嗨，我是多啦。啊，咱多里堆啊。多，俺恒春啦。哎，一甩恒春两谢谢。哟。来了，牛猪鼻，来一刷叫一罐试试，叫一罐。来了，张老师，我王英桃，我要。来樱桃姐啊，三刷试试。五千多菌尸体，来下人个价。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几位电话啊？我这阵暗时啊，继续好困嘞。来了。我看今嘛。来细刷小姐，给你服务，谢谢。新朋友恭喜你，感谢欢迎恩。老多人听张威讲。咱年会有啊，咱不爱咱啰啰嗦嗦，不爱搞啰嗦，啊，不爱咱食了，咱食食一大堆，冰箱顶上有一大堆面，咱这早暗两粒馒头啊，足轻足足轻哦，安尼咱人介轻松，系啊，啊，袂安搞啰嗦，佮袂安咳咳咳，安尼唔是介好，好轻松的呀，好啦好啦，时间到啊啦，啊，我要来分吹啊，啊，老婆生，啊，恁继续拍恁的电话，赶快有优待哟。有啦，电话有通，小姐接到，那赶快弄优待啦。我管你牛樟芝个啥，管你蔓越莓。你好啊，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想要买。啊，来二双小姐服务，谢谢啊。新朋友恭喜你，看到对啦。这节电话欢迎。后来居上。开灯啊，我红晒机啊，你啊过一个啊。你电话吵嘞啊，我来分吹，恁继续拍恁的电话。这咱的权利蛮叫无的，来一双一双。哦。一双。来，想打电话哟。六号的呢？六号的，六号是咱岐山的阿芬姐呀，亲情的话，来，咱那个音乐给打好听哦。山上老婆山道在欣赏咱岐山的阿芬姐呀，点播歌曲。
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精神，扶持着咱母娘中天照明的工作，咱大家拢啊真踊跃。母娘，这是咱的阿母，天下父母心啊！相信阿母若知影咱真身体无好，伊也该唔甘啊！伊若知影讲咱日子过了无好过，伊嘛该唔甘，要像咱的阿母同款。但是咱爱甲讲，咱爱互伊知。阿母伊嘛唔知。哦，咱爱甲讲，爱互伊知。扶持母娘当然证明，这一个月才一百块银。一工才三块银左右。一个月，这一工才三块外银尔啦。比咧请保全的较俗个，咱老咧交阮保平两个人啊，减数两支啊哦，厝内面大大细细，大家平安个。啊，对，当做工地。咱那那亲像讲厝内面有诶老大人身体无好诶，也是有人诶，规年探听拢看医生吃药诶，身体歹。也是囡仔歹药吃诶，烦小人诶，徛家未平安诶，头路未顺诶，磕磕卡卡诶，咱即个保娘啊，扶持者介好。曾经有一位咱的老菩萨，伊伫个家护病房哦，已经病危通知两摆，拢无人拢无醒哦。厝内底人烦恼噶，啊，厝内边人，伊是用一上摆拍算是讲，甲某娘啊扶持一个，然后醒开就醒开，啊，若无醒开，人工若走无嘛来某娘的身躯边，所以来扶持咧，啊，就甲扶持咧，该呢是大人扶持呢，讲嘛奇怪，两工呢，醒开来普通病房。啊，人即今年电视头前咧看咱个节目个，所以介一代志吼，互咱料想未到啦，不可思议啊，卖卖就好啊。啊咩啦？啊，好奇吼，咱迄个其实你着电话拍来吼，电话地址姓名留咧，小姐着寄单互你啊。然后呢？看是要三个月，还是要半年，还是要一年，先过把刀甲过有做啦。好。啊！你讲去西门全家 OK， 来有副地当叫啊！你免签名，免登记，那免手续。对啦，啊，今仔日有搞啊啦。今有搞啊，我那菩萨电话卡嘞。啊，安尼哦，我接听下。那你好喂。喂。喂，嘿。哎。来，稍等下，来二刷，二刷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你好。好。我三杰。三杰猫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要半年。哦，你稍等下，来三个月工工资无量啊。是有超过那个你门啊，在诶名单内底，有完赶快工地实查。对啦，啊我名单我至少等下你做功课的时阵吼，我会编一遍。门啊在透早起到咱的这个终点头路乡，我会搁甲阿婆编一遍。月底咱的军团的战经做工地费用，搁会编一摆。热数文的哟。这种是啊，这种名单，哎、这种名单。介搞功夫诶。是啦。所以老师咧做工课盖定金咧，咱袂露出啦。嗯，哦，咱做代志讲安尼就是安尼啦。而且老师希望咱老婆婿在咱家己的困难。对啦，啊，我袂卡着恁家己购物啦哈。啊，我嘛袂派人去恁兜家恁收款。哦，这个工课我袂做啦。我袂做。就恁有拍来，嗯、哦，我像讲有个人讲，啊，我今年拍来，明年我嘛袂主动家恁问看，你要搁何时，我嘛袂啦。袂啦。就你有搁拍来安尼啦。哎呦，我就是安尼啦。对对，一切随缘啦，一切随缘啦，拢无勉强的对。啊，可能无负担的经济啊。啊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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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咱来做功课啦。啊，第一泡好。好，来做功课。主席张伟，你下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菩萨来给咱保庇啊！在咱这个中华关关林区山卡路一段四十八巷二弄五十八号李寿丁，台中大家公顶便宜八楼十八间，咱的待遇制，高雄义大便宜十一楼第一层杨崇秀，新北市土城区恩寿路二十一号六楼黄义胜。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829巷21号6楼黄春杰，新北双和病院神经内外科九号病房二号床啊，咱的张杰勇，高雄义大病院九号病房，咱的三 D 零七病床，咱的潘瑞珍，南口中间病院脑神经内外科，咱的这个赖金春，过来就是咱台南。贵人南兴街304号五米局，新北市板桥区双十路
三段十八巷一弄七号五楼严月园，中华南贵路一段145巷13号陈淑美，台北市中间儿童病院13楼13层，咱的周丽珠，高雄左营迎中路8巷7楼6号林嘉贤，而且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菩萨来给你保庇，让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有顺心哈。那么咱才有真侪来给咱母娘当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。台西林秀霞6个月，桃园杨小破6个月，桃园那碧合12个月，桃园杨平辉12个月，园林方荣12个月，园林吴碧鸾12个月，北投朱兰芬兰12个月，邦桥单进业12个月，桃园罗光峰6个月。新北市三重区罗世伟5个月，新丰乡李慧官5个月，台南东区杨家欣5个月，台南东区李素官5个月，新化戴仪金看12个月，新化戴俊德12个月，安南区王金珠3个月，三明区李地贤12个月。林阿区李顺安12个月，工商区牛碧基12个月，工商区陈尤琪3个月，工商区武正顺3个月，工商区武正杰3个月，大寮吴丽宝珠6个月，阿莲沈秀月3个月，阿莲江中水3个月，新庄区柯清溪12个月。功德无量哈！张伟杰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，主公菩萨来给您保庇。我哋当政府小家小在延寿增多功名，才能通地位开通，弘扬化吉，改一心上，在万公尽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。母娘主公菩萨保佑身心大德，身体健康，万行光彩，合家平安，事事无灾，祝咱大家多发财。咱今物来尽量对咱的地位容易。手把青乌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如今清净风味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。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多好朋友，咱注意身心大德，注意菩萨，注意善业善者。时间一到，一定含咱做伙伫咧做这个功课。小丹，请各位参加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好天顶伫咧飞，土脚伫咧扫，水灵伫咧受，一切众生。也请加今日这个功德，回向我在古的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阿公，我们的阿嬷，我们的爸爸，我们的妈妈，回向我们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，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手里若受念珠，我们请把念珠请起来，没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，心肝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来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，同样一开始我先来一小段的经文啦，小等咱这一句一句呢来给咱做解说吼。咱讲到着呢，为愿世尊不以后后世恶业众生为奴，如是三别佛言：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奴，就是讲地藏菩萨伊请世尊唔通挂奴，唔通牵挂啦。因为世尊交代伊要来救拔着、救度着遮来众生的代志，伊一定会做加到安尼啦。这个三别，三别来讲讲三遍啦，啊，代表讲该心中、该精神决定会当依教奉行安尼啦。
我念时不赞地藏菩萨言：现在现在，我作如喜，汝能成就救往劫来，发弘誓愿，功德将毕，即证菩提。讲世尊吼，咧赞叹地藏菩萨，讲哇，太好诶，太好诶啊！地藏菩萨知影佛诶即个心意啦，所以来依教奉行，会记诶遵守佛诶一个教诲，又搁会当来，会当分出一个无量心来教化着一切感情难化，即所有众生呢。所以因此，佛伫咧赞叹讲，现在，众生虽然修这个合法之身，但是菩萨看到拢升起着欢喜心啊。小身咱上车卖甲下去，何况是大身？所以注意啊，咱大家要知影，你家己修身，你的祖先虽然有个人过身啊，对你这恶道，因为你咧做善事，伊有哪会当超生？伊就袂离遐受苦啦。咱的是大人，咱的祖先，那离遐咧离下面咧受苦，咱都要做善事，互因升天啦。这个乌鸡叔曾经捌甲咱讲，讲伊曾经捌去拄到一个有真特别的功夫的人啊。讲伊一见到伊的面哦，伊就讲你所修的布施的福，您老爸已经哦升到就多利天去啊。啊，这人咧，伊就咧问咧，讲，敢有可能啊？我讲有哦，有可能哦。做后生做囝的人，诚心诚意是伫咧修这个福哦。啊，过星期的家亲眷属都拢总得会到啊。所以咱今仔爱认真努力来修学，家己有真正的成就，才会当来得到啊了，就咱这个历代的这完清祭祖啊。没有真真正正在修持是不行的。那么清净布施福报上最大，布施还要爱得到名闻利用，福报就多了。所以因缘果报之事，只要我们用心去给它观察，处处可见。这时候的时代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非常的明显，甚至还有现世报，这跟我们的地藏经所说的完全都相应，一点都不差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部地藏经，我们要好好地把它听好头，要把它深思，要依教奉行，才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众生这个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道是头前面就说嘛，我们有在看这本这个观众生业缘品，这就是啊，头前两品世尊就是咧讲到地藏菩萨为着这部经的第一段，本品以下三品就是咧第二大段咧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啊。讲你是佛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：圣者，阎浮众生造业差别，所受报应其殊因何啊？这个摩耶夫人就是释迦佛的生母啦。你今日和我做功课，你都搁捌解释啊？要不你刚才释迦佛，你刚才老母叫什么名？叫做摩耶夫人。释迦佛出世七天，因老母就来过身啊，由着伊的母仪来给抚养长大。摩耶夫人生着释迦佛，这个福报就足大呀！所以因此，伊生到着多利天去享天乐啊。世尊一代教化，将过一段路的时阵，伊接受着天意，这个多利天主的一个礼请，到了着多利天宫为因老母来一个说法啊，同个来报这个母亲的恩德啊。往圣者在地藏菩萨大乘嘛，顶格为菩萨嘛。阎浮众生就是咱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包括你跟我拢总是阎浮众生啊。摩耶夫人恭敬请问着地藏菩萨讲：咱阎浮众生造业差别，所受报应，这个因缘果报的代志是安怎呢？地藏菩萨回答啊：千万世界乃至国土，悉有地界，悉无地界，悉有如林，悉无如林，悉有佛法，
血无复发，乃至声闻必结婚也复如是啊！非但地狱罪报一定，地藏菩萨咧甲因讲啊，讲世界无边，国土无量啊，众生无尽，业果无碍啊！所以有的世界有地狱，有的世界有查某人，譬如讲娑婆世界啊、哦，有的世界无地狱啊、哦，无查某人，譬如讲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的世界是有佛法，有的世界是无佛法，所以众生必定就未去作业啊。受了种种的这苦报，有的世界有声闻必结佛，有的世界是无声闻必结佛的。所以非但地狱罪报一定，不只是地狱是一种的罪报，众生果报实在讲的无量无边呐。所以地藏菩萨啊、哦，这是答非所闻呐。摩耶夫人咧问这个范围较细，只问地藏菩提。地藏菩萨暗示摩耶夫人爱扩开着心量，唔通只干关心地藏菩提啦。啊，念菩提就是咱今日大这所在啦，所以应当要想到着尽虚空遍法界啊，一切所有的苦难众生啦。所以咱今日心量爱顶虚空法界，才会当来灭除一切众难啦。世间人哦，做了无边无量无边的这罪业啊，无不是心量劫业所致嘛。为个人、为家庭、为咱家己的一个小团体，啊，为咱家己的一个国家而来做这罪业。那心量够较大，为全世界嘛。这个不是就够大哦，爱扩大到心包太虚两手刷干，所有的一切误会，所有的一切芥末，才会当来消毒嘛。所以一切众生才会当来影响和平安尼哈。时间的关系，今日讲过做到这，咱怎么做回向？怎么样做个？请对我来讲哈。愿意出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开发菩提心。请将咱个地方看哈，这两句三句五句加吞，未执着完就爱记一咯，吞一嘴。阿弥陀佛，请您。全部拢看电脑哩，全部看刷电脑嘛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电话，般般祸患似水消。佛愿保佑点灯十二愿。在白云，浮在山头，鸟只啼哭的声音，永远想着心爱彼个人分开，也是伫这当时，我煞要记留我的名号伊。我哪会这糊涂？哪会这呢糊涂嘞？汤圆，余尊小姐点白花，百姓的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坚医师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，适度放松享受生活，并安心到餐厅用餐。到餐厅用餐时，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联络方式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清洁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服侍烹调时戴口罩及洗手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如果有感冒咳嗽不舒服，就要尽速就医并多休息。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南昌医师。在全民共同努力下，国内疫情风险降低，民众可以安心从事各项休闲活动，享受娱乐时千万不要疏忽个人的卫生防护，包含一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二、保持双手清洁，勤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；三、若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，请尽快就医并在家休息。民众若安排室内活动，例如看展、听演唱会等，请注意下列事项：一、配合场地防疫措施，例如量体温、消毒双手；二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三、协助登记实名制或实联制资料。也请国人和我们继续守护这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，迈向防疫新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銮英医师。国内疫情趋缓，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。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，如果有下列情形，就需入住防疫旅馆：一、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、6岁以下幼童、慢性病患者；二、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。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。如果与家人同住，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，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，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，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，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。短期商务来台者，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。最后，请民众配合政策，守住防疫阵线，共同维护大家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，安心至餐厅用餐。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卫生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厨师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，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若有感冒、咳嗽不舒服症状，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。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大家好，我是苗栗台前医院恰米中心上，国内疫情虽然较好的。自闭中心嘛，病床部分省府的防疫措施，但提醒大家，连假期间防疫中的病床，还要继续落实防疫的新生活运动。一、随时注意手部的清洁，多用擦过洗漱，要随身带点酒精洗漱。二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人多的地方戴着口罩，保护自己，要保护他人。三、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出一打下手，要记得用双手的冷冻拽屁股。兼顾立即腾卫生，另外要强加在出行十连制，提供消费者量体温、消毒双手的设备，落实相关的防护措施。连假期间防疫出游，要记得防疫的基本功，强化落火防疫，舒服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，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强化边境检疫措施。如果您需入境我国或由我国转机，
请准备登机前三日内的 COVID-19 核酸检验报告。提醒你，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：一、登机者护照姓名；二、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；三、采检日及报告日；四、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；五、检验结果。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，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，不要随意外出。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，共同守护您我的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坚医师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适度放松享受生活，并安心到餐厅用餐。到餐厅用餐时，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联络方式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清洁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服侍烹调时戴口罩及洗手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如果有感冒、咳嗽不舒服，就要尽速就医并多休息。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南昌医师。在全民共同努力下，国内疫情风险降低，民众可以安心从事各项休闲活动，享受娱乐时千万不要疏忽个人的卫生防护，包含一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二、保持双手清洁，勤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；三、若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，请尽快就医并在家休息。民众若安排室内活动，例如看展、听演唱会等，请注意下列事项：一、配合场地防疫措施，例如量体温、消毒双手；二、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；三、协助登记实名制或实联制资料。